所谓的永久只是一种口炮式的一个行为，更像是一种英国式的冷笑话了。至于就是说能否在日本部署和日本能否接受，那么现在就让人感觉恍惚回到了七十五年前，也就是说。 在日本战后战败后，根据一系列的安排，英军是可以在日本驻军；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英军也可以在日本驻扎。但是，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，也随着日本签署《旧金山合约》，重返联合国，到后来和其他的国家签订双边的声明以及条约的情况下，更加的拥抱了这个世界。 以为日本结束了战后，连日本的经济白皮书一九五五年也宣称不再是战后，但是英军英国国防大臣的这一系列声明和操作，让人感觉时光倒回到了七十五年前，<是>四分之三世纪前。 的冷战还没有结束，朝鲜战争也还打得热火朝天，所以这种操作的话，更像是一种英国式的冷笑话。我个人觉得，目前这种联合声明只是一种姿态，而英军能够在日本驻扎多长时间，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。而日本国民对美军以外的外国军队重返日本领土，相信是难以接受。 只是疫情下的一种权益的安排，作为一种永久的口炮来打了出来。今年五月二十六号，根据欧洲塞浦路斯的贸易平台的数据所显示，中国已经超越德国，成为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国的武装力量、海上力量。 来往亚太，更应该保障英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等一系列的利益。加上他现在在亚洲并没有什么地缘冲突所在，那么他的军舰过来不是去保障它最大的经济关系及相关利益，而是和另外一伙想要跟它的最大经济伙伴和利益相对抗。所以呢，就展示了它这种。 不一致、自相矛盾，甚至有点像坏笑话的这么一种说辞。嗯、用日语来说的话，它就是有两枚舌头了。这个呢，也许是目前英国真实的写照。嗯、而疫情之后，英国的经济更需要亚洲的帮助，嗯、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帮助，而不是 T P P 的帮助。嗯